我电厂应该能守住，我还好，这不赚了很多费。要有剑雨啊，没有剑雨你就打不过天国。上厕所，那第七名的，哎呀，分家的挺多。哎，看能不能再匹配一把。卢卡斯是路人王，卢卡斯之前也是打比赛的呀，他之前是职业选手啊，什么路人王？
麻得没有，被他给敲到了，我以为时间都不够了，我憋个电塔可能就赢了，不过没有费。前期油锅掉太多血，掉一千血。还打？输了能不打吗？不打你心里过得去啊，你能受这气？啊，守不守我啊？这不应该去赚他的，他这不应该是不好守。小林，
会，他下地狱龙就直接砸他，因为火球没有用这一把。Young这共一是这个活动里面的，这边是天狗，啊，赢了跟没赢似的，分太低了，我只赢了只加15分。难受，没珠宝没血了。哇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他往家里做墓碑啊，这怎么行啊。还得去撞他公主塔，或者直接火球砸了他的墓碑啊！输45分，这把其实赢了跟没赢一样，但是输了的话就掉很多分。
再来吧，下播了。你老了吧？哎，这搞得好像打天梯就不会输一样，这都是什么人啊？对吧？大家都老头在打，输了，天梯都老头在打，第一名就不老头。我发现有些人看直播就感觉就不能输啊，一把都不能输，输了就不行。这都啥分段了呀？就有个输赢不基本操作嘛，对面又不是菜逼，你把这当经典挑战了。就把这当经典挑战了。完了，这个守不住了，不该下黑王子。还好没被破塔。你是个偶像就不能输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粉丝，偶像才会这么辛苦。哎，偶个屁的像偶像。这个没清塔，非常难受。这哪有不会输的呀？这是啥呀？你当我是卖挂的呀？这卖挂的也得输呀！他飓风没有吸我这边，他没有想到吐了一口。对面也是人家的偶像，他输给我了，他很生气。
没事，能打回来啊。哇，这不很难受啊。刚好拿下，差点要守不住他。再打最后一把，打把下风。谢秦楼的六个奖杯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得不到的无所谓，就算是自我安慰，没必要伤悲。得不到的就更加爱，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。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，爱的绝对，爱的坦白。抽令牌，明天抽吧，明天晚上抽。最近每天抽十个令牌，十个令牌也挺多。整个周杰伦的歌听听，好，整一个。这是周杰伦的歌。不是啊，哇，这掉了好多血呀、
怎么办？还能冲，可惜冲不到他，冲是能冲。哇，被捅了两下呀！我捅了两下，哎。可以，下了下了，哎呀，这没心情赢了。这15、15分的给我加，这太扎心了。这15、18，输输45，这都没人打。44、36、45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会不会？明天见啊，明天见。上8000这不是目标，我早就8000了，掉下来了呀。下了，拜拜，明天打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